欢迎来到我的行销大学堂。那今天是礼拜天，从礼拜五出门到现在，今天又从桃园回到台北，因为真的很想回家了哈。刚又订了一间饭店，一进来要直播的时候，看到我的脸，整个脸都是垮的，累翻，累翻了，还是回家感觉比较。我已经答应人家去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只好留下。明天还要赶两个案件，忙是好事。OK，那我讲昨天讲实战记吧。那实战记讲的就是你的文案出去，就是要写出去，就是要去面对。因为现在数位行销的广告里面看的就是怎样，你文案出去所面对的是即时的挑战、即时的战争、即时的。环境变数马上反映下来，而且你这个广告你是可以及时去做修正，不然你是广告出去就是让它出去，OK？你才能去抓到一些相关的经验、相关的修改一些经验值，更符合你的，可能你的那一个做到你的更正确的潜在顾客。这是我们昨天讲实战机，就是要把文案就直接丢出去，让市场去检验你的文案到底好不好，而不是那边说了一嘴好。好，那就像我们今天弄的这个教的这个，然后创业大学的师资培训班里面就很明显，我里面有很多是那些大学教授，我就不指名。而在整个课程过程中，这些大学教授怎么玩？我也是大学教授，这样就挺好。可是我是第一名的。我是在里面讲，我是他们第一名的。OK，那在这里面怎么教这些？有些他们大学教授这些人就是太保守，怎么玩不出这些原本这些我们这授权课程里面有很多是公司里面的总经理或是协理或是一些经理，怎么玩他玩不赢他们？那市场的那种要怎么去投资，要怎么弄？他们这些经理人、这些经理、这些总经理他们。很厉害，超棒的！所以整个成绩起来都是这些经理人赢的。当然我是赢的，就可以去查一下。OK，这个是有记录的。OK，那不是吹牛的，这不是吹牛的。OK，就昨天那个课程里面，可以问一下，到底谁是真正的第一名？OK，OK，那最后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实战题，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好人好事迹，叫什么叫好人好事迹？事情在做，你在做一些企业的时候，现在很老板娘，晚安了。现在在做一些企业的时候，你一定很多现在很多会注重一些企业的社会形象，那这社会形象怎么来？以前是有报纸、报章、杂志帮他报道，说哪些企业做什么事情。那现在呢？你有自媒体的嘛？我们说自媒体，公司也有自媒体嘛？公司有自己的粉丝团嘛？公司有自己的可以去买广告嘛？会有自媒体的模式嘛？所以每家公司都有自己可以去操作的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是这样，你不把你的好事讲出来，别人会讲他好处。OK，所以顾客会认为别家公司比较好哦。那别的公司哦，这样要做什么好事哦？做什么这样东西哦？和这些新闻是谁出来？是他们自己别家公司他们自己去做公关搞出来的，别他们自己去做广告搞出来的，别他们自媒体里面去拍摄把它展露出来的，别就是用他们广告模式去在 DM 里面也好，在网络的呀，在一些大平台里面也好，秀出一个影片，秀出一张图，秀出一个文字案也好，那叫做尽量去秀出。他做了哪件好事？这不是说在说他做好事要去讲。以前我们说好做好事不用去传，而现在这个现今社会，你做好事不传，你会被那些也有做好事的人打死。为什么？因为人家会传了，人家会认为好啊，因为人家接收到的资讯没有接收到你的资讯，不是只有你在做好事，是别人也有在做好事，所以别人有传就赢你啊。所以现在要知道，好人好事迹就是什么？
不要再以前的观点说做好事不用宣传，错，因为做好事是要尽量用力、用全力，想尽各种方式的去传出去。OK，拜拜，今天真的好累，完了。Nova 还不错用，然后现在还这样不错用，Nova 还这样不错用，有很多功能啊。它这种像我们在做学习要做作业或做 PPT 要查字的时候，有时候它一些图我马上可以去截图，然后马上可以做笔记什么的，真的蛮不错的。这支笔还有配合这支笔，不是这支笔，是这支笔，两支都是 Samsung 的，因为我的笔电是 Samsung 的，为了配合这支笔，马上可以做截图，是真的不错用。是有建议啊，如果你是属于工作型的，属于会到处需要工作型的人，Note 8这是属于工具手机，你要工作就很方便你去做工作。啊，如果你是属于讲酷炫型的，它的炫度是还好了，是还不错看的啊。那追求 iPhone 的就追求 iPhone，iPhone 是有它的品牌魅力嘛，Samsung 的。表面是打不赢 iPhone 嘛，因为 iPhone 现在表面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真的是属于像我这种，是到处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走到哪里坐下来就在想着工作的这种工作狂的人啊，感觉Samsung Nova 是不错用的。OK，i8 好像小鹏不要他要等 i10，小鹏要等 i10。OK。本来我是不会考虑放 i8，因为这一次 i8 不适合我做工作，对，这一次才适合我做工作。啊，小梦想要换 i10，等 i10 出来你再跟他讲。OK，今天就到这边哦，真的有点累了，有点累了，要去休息了。OK，明天还有两个报告要给别人，拜拜，还有下午要开个会，然后要赶回南部，拜拜。OK，拜拜，会考了。